已经搬进新家住了。目前是，不是因为我很多东西没放，就是我现在也没热水，然后也没有东西还没装。你也不知道去洗澡。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大概五六万的吧。哦，五六万，五六万不少哎。现在利率升值怎么样，你都不知道，很可怕哎。本来六万多的，现在要付十万。嗯，你看看，政府抢钱了，银行的抢钱。你的这个平常的收入就这样的话，你都预算好每个月只要可能要三万房贷，现在变四万五，你房多生出一万五，压力又更大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这时候还能够买房子，好厉害。已经搬进新家住。目前是，不是因为我很多东西没放，就是我现在也没热水，然后也没有东西还没装。你也不太去洗澡。我们是去看一看，踩一踩，对不对？沾沾喜气。对，但因为我还没收尾，好不好意思请你们来，就是在板桥南区，新庄啊，不是新庄，在新庄啊，保卫广场那边。不是啦，这个楼会太高啊。那当时在开有开箱，有没有给大家知道？我还开箱了，我还开箱了，都跟他们讲的不一样。这六个大概几平？没有在这，每个月房贷这样子。八个节目哪有压力？新的付清了，付清了，他也是缴现金的，他没有，他多缴，要缴房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大概有五六万这样。哦，五六万，五六万不少哎。现在利率升成怎么样，你都不知道，很可怕哎。本来六万多的，现在要付十万。嗯，你看看，政府抢钱了。银行的抢钱，你的这个平常的收入就这样的话，你都预算好每个月只要可能要三万房贷，现在变四万五，平常多生出一万五，压力又更大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这时候还能够买房子，好厉害！哎，吴宇轩呢？该结婚了吧？没有啦，本来不能那么久。你是七八年的吧？没有。不止。刚刚麦克风收好。上次你两个到我们家来送礼啊。送他一起来啊！我开车，然后旁边坐的是。所以吴宇轩想过什么时候要结婚吗？没有没想过。那你这样他怎么？像男的都不负责任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男的不愿负责任。没有啦，不要再讲这个了。